快。好热哦。啊？好热哦。会吗？嗯。笑什么笑？你在家等等呢。晒毛毛，我们说这是晒毛毛。来录 podcast， 你们要吃东西会不会录录昏倒？不会，好累。我一开始没有觉得那么多的工作感，只是觉得录好玩，录兴趣，真的是好玩。喂，有吗？你好，有。一开始邀请你就是有点害羞。为何？很害羞哎、欸！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我几乎不太讲话吗？想一下，五年前在澎湖，我们一起去澎湖。对，就是那时候，有一个朋友就说，要不要跟他们在争要去那个澎湖的摄影师，嗯，他要女生，嗯，然后原因是因为你刚分手，要女生陪你，你不知道这件事吗？铁牛说的，怎么这么贴心？我今天他就说一定要女生的摄影师，然后有朋友就推荐我，然后一开始我跟铁牛其实也不认识。竟然有这一块，殊不知我其实不太需要人。哈哈哈哈哈！突然觉得热泪盈眶。好，你坐下，妈咪给你。你坐下，先坐下。我傻。今天呢，我要去用头发，我竟然忘记带钱包出门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去做一件事情，我要用我的 LINE Pay 去 Seven 买悠游卡，然后再去做捷运。后来呢，我发现就是手机 iPhone 完全不能用加值，要 Android 系统才可以用手机加值。对，所以我回家呢就会再买一张悠游卡。好嘞，我去用头发了。外面真的超级有够爆热的啦。好烦哦！又是来到选择障碍时间，还是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？我就觉得有漂，白头发就不会那么明显，对，就可以撑久一点的感觉。我们家很像有公司白发，他公司白，然后会发凉的那种，枕头白，全白，好想要那种。我要来吃东西啦。每次来都会点这个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店。之前疫情做头发都不能吃东西，都要去外面吃。对啊，可以吃的时候就很开心。我的晚餐 ，Oh yeah！ 我的头发呢，已经三个多月没有染，全部的那个黑发都长出来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想要把头发留长啦，总是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三个月后应该就会长这样吧。我头发就是长霹雳无敌快的，因为本人就是粗发，然后发量爆多，如果没有修的话就会很像蓬蓬头。我觉得细软发的人应该很羡慕粗发的人，但我们粗发人其实蛮羡慕细软发，就是头发很多很热。就是想说很久没有拍这种生活的记录，最近的生活就是上了很多的花艺课，陶冶身心。我可以咬这个，乖，冻饭类的素食店呢，我最喜欢松屋了。第一名就是松屋了，第二名是吉野家。算了，吉野家跟 Sukiya 同分同登。对，台湾的松屋真的很好吃哎、欸，就是有一种日本味，不知道大家是有没有这样觉得？非常不健康的一个早餐、啊、就是开心啦。最近是高明买给我的，哇，瞬间变摄影棚化妆灯。
这是我最近的心头好，就是素食面，是在板桥，它的这个豆腐有够好吃。今天是什么时光？最幸福的时光，耶、yeah! 都会这样讲，最幸福的时光。这量真的是非常的浮夸，这样多少钱？100块。对，你吃了20个锅贴，男生好像都要吃20个。对啊，那个点10个的15个，然后都吃不饱。Hello 哈，今天呢要去上花艺课，开的摄影课。这个月呢，每周三我都去上一个生活花艺课，充实一下生活。因为整个其实上面滤镜有，但是它的调。是什么时间呢？最幸福的时间。耶、yeah! ！你有去厕所尿尿是不是？你有好棒吗？今天要去坐莲，是朋友的姐姐开的，所以去给她搞关节。外面还是在下雨，这几天都在下雨。我今天忘记带钱包，上一次那张卡救了我。而且重点是呢，我上次就存了100块进去，因为我的美发师就借我100块。然后我今天坐到永春站，就是刚刚好剩下0元，所以我可以靠这张卡坐回家。哎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平常要多带一张悠游卡在身上。宝哥。